继承由刘真带着极限中长发出道，随后在 WannaBe 果断剪短发做自己，又美又帅气的模样，相信迷倒了不少迷弟了。刘真在那帅时，不止 MV 出现，连舞台上的刘真也都有以长发的模样进行现身。没想到在粉丝期盼许久后，刘真竟然在 IG 上突然发布了脱发及胸的照片。刘真白衣服帽子搭配刘真的长发，真的超美丽，让人越来越期待以长发模样站上舞台的刘真啦。